是它的。接到任务后，我们主动对接一线官兵需求，提前筹划，从物资准备到演练流程，全面做好充分准备。我们医疗队全体队员将以精湛的技术和优质的服务，为驻岛官兵解除病痛，将健康送到战友身边。作为一艘医院船，它具备灵活的机动能力，能够在灾害发生第一时间迅速抵达灾害地区，提供医疗援助服务。其次呢，它具备多种的换乘能力和转运手段，在不具备特殊条件的灾害地区，可以通过直升机和救助艇将医护人员和医疗物资转运上岸。作为大型远洋医院船，不仅为中国海军走向深蓝提供可靠医疗保障，更是为官兵走向远海远洋提供强大精神支柱。